啊，看看啊，这雪地摩托啊，张老爷子过来了，看看。捕捉一下。威廉姆是什么吧？赶紧过来，给你开始开视频。这个威廉姆逐渐掌握的技巧了呀，在加快。这曾老爷怎么不见人影了？俩人钻小树林了吗？哦，来了。他应该有个去哦。完了，搞大了，李玲搞大了。昨天下午来的时候看见他们了，那几个年龄大的他们都不骑了。他也是赠送这个项目嘛。对。赠送这个。太颠了，因为这个还是有风险的。这个没有，他没有，他没有雪崩没什么，他这没什么大的，他是颠的。戳到的超两圈哦。不一样，人家常年骑摩托的和不骑摩托的人，这个操作这个不，这就是摩托车啊！你开玩笑啊，它跟驾车不一样的。这是搞事儿。但是你拐弯的时候得给油，你不给油你拐弯很危险。我就骑一下子，然后你们给我拍个视频，就不行了，就把这个。
李玲一下来，李玲下来又说高大了，高大了。嗯，估计是，我估计好遭罪的感觉。就这样，我去，高大啊。我真是搞大的姿势啊，挺着肚子啊。这不是托盘吗？就从这下来，你看了吗？它这个地是多吗？你看，就是个托盘从这了下吗？看了吗？这玩什么玩？对，就是托盘嘛，就玩这。然后大脚什么那个走那个雪地走。骑自行车。就两个网球拍踩在上面，我以前走过。啊，他进步了，那个进步多了。哎，宋冷英和李勇真钻小树林了，你看，进去了。李玲开始驾驶了。不容易，这你这会骑摩托车能骑的有了。